对对对对对，哦，好像没有了。到了，到到到到，好嘞，我们音频终于调好了。这个平板之前没有试过，然后它可能不兼容，就是放不了伴奏。嗯，我们只能用这个手机放伴奏了。嗯。咱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久等了，今天人还蛮多的啊！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天河城这里来看我们的路演直播。我呢是余神闪，我叫余神闪，是一个我们 YY 的主播，然后呢也有一个抖音账号，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余神闪，可以搜索到我的账号。嗯，今天呢在这里的路演大概有两个小时，有没有之前已经看过路演的朋友举个手看看，就是不是我的也可以，其他人的也可以，都看过是吗？啊，那大家还是蛮有经验的，都是路演界的了，看路演界的老油条了。那这届那个群众比较好带。今天比较特别啊，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小周边，因为今天是我过生日来的。大家也不用说，哎呀，他过生日坏了，我空着手来的，这可怎么办？就是大家来看路演带着手就可以了，开心的时候。嘿、hey, 对吧，就是听歌听得开心的时候，哎，不高兴的时候，哎，就是拍就好了。然后今天吧，因为是比较特殊，我还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就是什么抱枕啦、海报啦、伞啦、折扇啦。特别要说一下的是这个折扇好牛啊，这是我们官方的，就是我们 YY 官方给我准备的，上面还有印字余闪闪路演纪念版，也就是过了今天就没有啦，就这几把。还有海报，还有报纸，还有充电宝，还有一些巧克力。这个大剪刀是干什么的？太吓人了，放在这儿，放边上。哎呀，放花上也不好看。那个收起来吧，把这个大剪刀收起来吧，怪吓人的。嗯。啦啦啦啦啦。也去不了啊。然后欢迎咱们直播间的兄弟们。今天的路演直播呢，边上是有一个大电视的，我是看得到大家在公屏上扣的所有字儿的，包括我这里还放了一个平板，大家扣的所有的字儿我都能够看得到，所以我们直播间的兄弟们呢，也可以热情的投入这个互动中，哎，就是大家是吧？我们现场的朋友来了现场，空手来吧，至少带着手可以鼓掌，哼，你们线上的朋友吧，就多带点字儿吧，嗯。今天路演大概有两个小时，然后中间呢还会有一些跟大家互动的环节，我还是就是也不知道大家看我的路演看的多不多，了解我了解的多不多，我呢比较喜欢交朋友，然后大家一会儿想要喜欢唱歌的或者想要合唱的朋友都是可以上来合唱的，然后想点歌的朋友呢，哎，今天道具也很齐全啊，不好意思举手的举个气球总可以了吧，是吧？很显眼啊，然后大家一会儿想点歌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哎这个气球举得高高的，我就知道你要点歌了，就是折扇我预定一个，二胖在哪儿呢？人群里在哪儿呢？啊？站到老背后去了，哎，兄弟们，他要我就给了，就是这么好相处的人。我也想要，给不给啊？嗯，什么？我也想要一个。你也想要一个？给了。事不过三啊，三个三个，来，三个三个。刚才是谁说我也想要一个的？好，就他。谢谢。就他就他就他。你挺坏呀，你也是不当外人了，也是。哈哈哈，我也想要，我还想要呢。那个，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歌，我看一下，大概就是一些什么，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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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蛮好听的一些歌。然后呢，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唱歌，然后咱们现场的朋友也可以想听什么歌，可以就是。让我先开个场，咱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呢，是在我们的 YY 直播啊。今天我们 YY 牌面非常大，瞅没？今天大写的两个 Y 字，是在我们的 YY 直播平台，我们 YY 办公楼就在这儿，就搁楼上呢。然后呢，大家没有下载 YY 直播的朋友，可以下载一个 YY 直播。今天的线下的直播，在线上也在线直播。然后呢，比方说，你看我如果明天我又有路演了，但是你明天又不在。又想看，对吧？又来不到这边，那怎么办呢？可以下载一个 YY 直播在线观看。哎，就是在线，尤其是啥？你在现场的时候说话可能不太好意思，但是你在线上吧，扣字儿
就是大家的强项，嗯，现在年轻人的强项。我说哪里啊，很热闹，这里是番禺区的天河城，就在番禺区万达的对面，万达广场的对面，天河城这样子。原来是楼下，没有下载我们 YY 直播的朋友呢，可以下载一个我们的 YY 直播。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抖音号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个抖音号。嗯，一会儿我可以去突袭检查一下，看对吧？哪个哥哥手机上有 YY 直播？哎，我送他一把折扇。哪个哥哥手上那个抖音上面关注一声闪了？哎，我再送他一个抱枕。我先画个饼啊，送不送一会儿再说，解释权归于闪闪所有。然后我们今天先来唱今天特别甜的第一首歌，叫做我会等，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你们下载 YY 不下载 YY， 我就在 YY 等你们，我会等。哎，我是用手机放的伴奏，你可以把那个歌词放大一点或者放近一点，因为我这个用手机看不太方便了。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它要去哪，我想落叶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感谢明曼。我会等枯竹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在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有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浮现里的沙，数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遇见到他。感谢明曼哥，谢谢明曼哥好多的卷轴，感谢大哥。我想学一种续写未来的魔法，把所有未来都写在我笔下，想过给你最完美的回答。我想雨也不知道何能停下，再坚强的人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我会等枯竹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有多大。等冬的雪融化，浮现里的沙，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我会等枯竹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有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浮现里的沙，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遇见到达。手机放的伴奏，啦啦啦啦啦，大家都在家里都玩过全民 K 歌哈，就是唱完以后吧，他就把那个声音录下来了，会有点尴尬。没退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点尴尬。嗯，刚才这首歌叫做《我会等》，然后我是觉得这首歌蛮浪漫的，可以等那个冬的雪融化，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很浪漫的一首歌。发现高个子的人很占优势啊，人群里边一举手我全看到了。谢谢。就
哪里啊，这么多，我多拿几把吧。咱们省着点举，一整场呢，你们回头举的一会儿还场还没下呢，胳膊先酸了。啦啦啦，什么？看在你帮我守这个，这样吧，咱俩商量个事儿，我把这个扇子给你，你帮我把箱子看好。小姐姐，给你一个充电宝吧，这个是那个上面有我的照片的一个充电宝，编织的充电宝，小哥哥下轮的，你别走啊，我记着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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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第二首歌，我想要不让大家来点一首歌吧。北极星的眼泪。北极星的眼泪，那首。失恋了吗？现场帅哥很多，尤其刚才我来，我开之前就有几个那个帅仔过来找我合影，就是，脸又帅，那个身材像体育生，应该连合影都会合影的话，路演应该是在，应该还在现场吧，就是，啊，还在那里是吧？欢迎家长，欢迎家长，单身吗？他单身是吗？你不单身，单身就单身，你摸人家脑袋。来了来了，咱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听音响可以吗？合适吗？就是音响这个正对方肯定是听起来最舒服的这个位置，但是有的歌可能来的迟了，没占着味儿，没占着合适的味儿，咱们至少也可以站到那个音响的正对方听，音量是可以的。大家听人声和音乐声可以吗？音量均衡吗？可以的哈。 OK 好啊，有个哥哥想热情的想表达，花手大师。我上次在这里路演的时候，然后后来把这个素材发在我们抖音上的时候，发短视频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咱们现场的小哥哥啊小姐姐拍了那个现场的路人视角，然后就贴到我的评论里面去了，然后点赞量还挺高的。有在现场的吗？就是这个小姐是吧？好，我要送抱枕给她。哎，好，交换信物。啦啦啦啦啦啦，那个上次没来的或者上次没拍的，这次拍也来得及，贴在评论里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一下啊。真的，就大家拍的路人视角好看，比我自己拍的好看。这一言不合就送东西啊，姐今天是大户，箱里还有，就是这个箱里完了，那个箱里还有，姐今天是大户。然后我们来唱一首什么呢？盗墓笔记。后来是不是要放到最后最后啊？就是一唱后来，有的朋友刚，有的这个就是观众刚刚加到人群里面，一听后来说，哎呀，完了，散场了，溜了。我们来唱一首很甜的歌吧，叫做《满天星辰不及》。哎，怎么又要那个什么？要授权？满天星辰不及谁？可以呀、啊，满天星辰不及雨闪闪。我接下来送大家一首《满天星辰不及雨闪闪》。晚风里藏着。多少精灵，满天的星辰都被唤醒，白天那些流放的光明，间接成夜空仰望的风景。呼，看天台上路过几颗流星，说出口的誓言会有回应，那就让我们勇敢的约定，对星空之间画出了星星，星际闪耀光影落入你的眼睛，如迷人的水晶泛滥满房顶，爱是种魔法给我们指引，穿过黑夜森林去寻找黎明，星际洒下光影落入你的眼睛，像缤纷的梦境我不愿苏醒，一生的光阴牵你手前行，我们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
花是小姐姐送我的，我不能送大，我不能送人，但是我有奶糖。晚风里夜色问这篇小哥好像举手举得特别勤，先吃点糖一会儿更有力气举手。慢慢穿过缤纷的街，小朋友的幸福也一路随行，看天台上路过几颗流星，说出口的誓言会有回应，那就让我们勇敢的约定，对星空之间画出了星星，星际闪耀光影落入你的眼睛，如迷人的水晶般浪漫放映，爱是种魔法给我们指引，穿过黑暗森林去寻找黎明，星际洒下光影点亮你的眼睛，像缤纷的梦境我不愿苏醒，一生的光阴牵你手前行，我们穿过黑暗森林去寻找黎明，星际洒下光影点亮你的眼睛，像缤纷的梦境我不愿苏醒，一生的光阴牵你手前行，我们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好，我宣布这些鼓掌的都有糖吃。没有啊，这边没有啊。哪边没有？没有啊，这边没有是吗？大家是真的稀罕糖吗？真的想吃糖吗？不是，其实就想把我叫过来，近距离的观赏一下哈，看看好看吗？好看，好看，比视频更好看。还没发完。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有一首歌。就是我今天跟一个直播间的大哥聊天，他说你知道爱听你唱歌的人是什么，就是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爱听你唱歌吗？他们说大概得在30到40岁左右的这个大哥们受了情伤以后，然后喜欢听我那种有爆发力的那种唱情歌的感觉。然后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原来我适合干这个。今天吧，我们带来一首歌叫做为情所伤。佩佩来了吗？我不知道，人群里没瞅着。来了吗？哪里呀？我说佩佩。哦，长得好好看啊！你谁家妹妹呀？长这么好看？啊，我妹妹，我亲妹妹。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也曾经想把爱去闪躲，可摆脱不了那份寂寞，结果都是让我一错再错，被伤过的心再次漂泊。为什么爱留下男人的伤，心里的酸楚要去遗忘，看见的是一道封闭的墙，什么时候能打开一扇窗。为什么爱留下男人的伤，泪水不轻拍打着海浪，谁能给我一双温暖的墙，不让唱完感觉我被人甩了。
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也曾经想把爱去闪躲，可摆脱不了那份寂寞，结果都是让我一错再错，被伤过的心再次漂泊。为什么爱留下男人的伤，心里的酸楚要去遗忘，看见的是一道封闭的墙，什么时候能打开一扇窗。为什么爱留下男人的伤，泪水不轻拍打着海浪，谁能给我一双温暖伤，心里的酸楚要去遗忘，看见的是一道封闭的墙，什么时候能打开一扇窗。为什么爱留下男人的伤，泪水不轻拍打着海浪，谁能给我一双温暖的墙，不让我再为情所伤。看来这个大哥给我的建议说得非常对，我就适合唱这种撕心裂肺的被伤透了心的老歌情歌，好好听是吗？刚才那个接了麦的哥哥来跟我来跟我来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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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过麦的接过麦的，我有印象啊，我有印象的。哎啊啊啊，那个将就加你一个吧。大家那个看啊，就是这边有啊、有雨伞，有口红，有雨伞，有衣服，呸，有衣服，对，有充电宝啊，抱枕，若琳，补货补货，我们还有，别急，都拿完了，这么快，我都还没介绍完呢，都是很就是挺会的啊，那个是小风扇。有小风扇，有海报，有折扇，有巧克力，有抱枕，有充电宝，然后还有雨伞，这样子。那哦哦，那个小风扇，你怎么拿两个？女人不讲武德。这个，他那个风扇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很可爱。啦啦啦啦啦啦！哎，我们还有可以补货，今天货多。Mindy 老师，咱们这个麦克咋关呀？俺、啊、又不会关了。哦，好嘞，好嘞，好嘞。哎，好，我关掉了，关掉了。OK， 啦哩啦哩啦啦哈，在哪儿啊？哦，什么东西炸了两下？啊，哦，好，吓死我了，害怕，爆炸了，我先跑，我第一个跑。哒滴哒滴哒。刚才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千千阙歌》，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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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现场的朋友还可以点点歌，情歌王，你刚才选礼物了没有啊？啊，选了，我想点那个《想见你》的主题曲，想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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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见你，那首在谈恋爱吧？刚才打电话的女朋友吧？当你当当当当当，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其实我也超爱听这首歌，很甜，我就是不知道想见谁。甜甜的这首歌。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竹林，你的笑多疗愈，
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梦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航天，隔万个世界线，你仍和你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着一句我愿。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签他吧，因为他长得好看，因为他笑得好看。随你选，我的宝藏箱，随你选。你的笑多亮丽，是青涩的真心，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难以。如果另个时空，另个身体，唱了难唱的地方我们就不唱了，躲开了。这是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是这样的，今天就是我吧，我特别爱看别人演出，别人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在下面玩的可嗨了。完了我后来我就试着我自己上来唱，我自己一上来吧就略显紧张，有点不太好放，不太放得开啊什么的。然后吧别人过生日我特别爱过，我比他玩的还嗨，但是我自己就是真的到自己过生日啊什么的时候就会有点放不开。然后吧就今天其实你还紧张，我不是紧张，我就是感觉今天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感觉大家好像就今天好像我发着光呢，大家都在看我今天好像发着光，然后还是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小姐姐她很开心，然后我就把她领进来了。咱就说多笑笑，多挥动挥动这个手掌，在人群里边开心开心。也许我唱着唱着歌，你可能就因为你一个笑，我就把你拉到箱子跟前去了。天下无双，天下无双，你怎么不唱？当铃当当，哎，我看一下，那个，往后走。当啷啷啷啷啷，好嘞。接下来呢是一首，我发现今天明明开开心心的，怎么？我好像准备了一大堆这种特别难过的歌，这首歌叫做忘了。什么？但是我唱的开心是吗？我看到我们那个抖外账号里边视频下面总有一人评论说于善唱什么歌都是这种味道，难过的歌都被他唱那么开心，就是你吧。这么大共鸣是都看过那个评论是吧？在抱着手机下声等待，我也能释怀，爱或者被爱，你留下的衣服还在阳台，可能我没见过你说的那片海，可能你说的爱是假的不存在，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还在期待和你有未来，你怎么忘你先说的爱我，抽屉里放着你送的
下的衣服还在阳台，可能我没见过你说的那片爱，可能你说的爱是假的，不存在，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该再期待和你有未来。你怎么忘了你先说群里有一个很个子很高的大哥 ，Ye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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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有请，芝麻开门。哎，你们这么喜欢抱枕吗？是自己的。啊，就是咱就说，拿抱枕的，我想着拿抱枕的应该是还单着的吧，毕竟这把就是如果嫂子在家的话，今天出门啊，对吧？小哥出来溜达一下，完了回去拿了个别的女孩的抱枕。事儿就大了来，刚才这首歌叫做忘了下面这首歌是我今天晚上最想唱的一首歌了，这首歌我一定不会唱出那种就是难过的歌唱出开心的味道来，这歌叫做谢谢我家长好的卷轴啊，感谢家长，这首歌呢叫做想你的夜，是我很多年前听的一首歌，我昨天晚上还在单曲循环一直在听。嗯，什么那个什么，你先找一个帅哥渣男过来伤我一下先。想你的夜，我可能就会哭了。这首歌很悲伤，很悲伤，就是昨天晚上来回的循环放这首歌，是之前这个希拉小姐姐唱的这个版本《想你的夜》，非常非常喜欢听，送给大家。化成何句点，独自走在空荡的房间，爱与恨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在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哦，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忍耐再回到原点，成的句点，独自走在空荡的房间，爱
爱与恨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回到了今天。哇，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哦，如果爱可以，我就唱开了，我还想再唱一遍。越唱越开心。这首歌叫做那个啊，大家都知道《想你的夜》。刚才看到好多，我刚看到这边，哇，后面也有这么多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辛苦啦，大家辛苦，大家站着辛苦。啊，这边还有一个好漂亮的小姐姐，自己来的吗？还是和人一起来的？自己。单身吗？单身。啊。好好好。听明白了吗？知道我是为谁问的吗？知道我是替谁问的吗？啦啦，这是在哪里路演？在广州番禺区的天河城，天河城非常好逛的一个商场哦。刚才这首歌叫做《想你的夜》，然后大家还有什么想点的歌吗？我的天地啊，秦歌王。我的天地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陷阱，陷阱，陷阱，追光者，归主有分，单身情歌，会不会单身情歌，美人鱼，美人鱼，还有归主有分，十年人间，十年人间，星月落，星月落，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首好，这首好，这首歌很浪漫，这世界有那么多人，然后来大家镜头看一下，这个花也太好看了吧，粉紫相间。我刚才今天刚来的时候看到这树我都已经够惊呆了，这是蓝白蓝白的一大束花，然后我唱着唱着发现背后居然哦又多了一大束，然后再唱着唱着发现哎又抬进来一大束，好好看，这是多少朵啊？好，伟超交给你了，给我数。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真的很浪漫，就是悠长命运中的晨昏。
乱了，风中凌乱。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不知道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在想什么。反正我唱的时候啊，刚才忽略了背后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就是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吧，就看着大家的脸都大家都一边听我唱歌，然后一边看着我啊，看着美丽的我。随便补补就好了，随便擦就好了。好嘞，就是觉得吧，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对吧？这个歌词那么美好，这世界有那么多人，现在呢，就是这一刻就刚刚好是我们站在这边，我看着大家的脸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不知道那个就是，这场路演过去了以后，我未必能够把每一个人的脸和大家的笑都记得吧，但是你们肯定记得我哈，我长这么好看。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个特别大的这束花呢，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守护了很久的一个台湾的哥哥，就是买来的。就是这世界这么大，世界这么多人，但是我们在就是台湾那边还有一些粉丝朋友。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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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唱到哪里了？接下来是天下有情人。今天歌安排的这个顺序安排的特别好，我觉得。说到哪里了，这个歌就到哪里了。天下有情人。噔噔噔。怎么啦，宝儿？
怎么称呼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叫小胖吗？给阿姨说你叫什么？谢谢阿姨。不哭了哈。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让人随身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情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爱是与踏破红尘望尘秋水，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爱是一生一醉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爱是一段一段一岁一岁的是非，只有情人才不能够。感觉飞了，有几个音唱飞了。哈哈。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情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三岁他才让人如素生飞。有谁懂得这种滋味？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爱是与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因为我的人不说后悔。一生一世一次一岁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爱是一段一段一次一次的是非，交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伴奏有点乱，感觉这首歌唱飞了，没唱好。啦啦啦啦啦啦啦。下面这个环节呢就比较有意思啦，咱们直播间的不是唱皮了，是今天到那种想你的夜，然后吧。爱是一种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就是忘了有点，他俩挂的状态不一样，有点忘了。接下来这个环节啊，我们现场的朋友都已经互动了半天了，咱们直播间的兄弟们也可以参与一下。那个我们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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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刷屏，随便刷什么。然后呢，我在这边会截图，截到谁就是谁。但是这个好像哎，好，我会截了，截到谁？截到的最后一个兄弟啊，当然是要那个有守护团的兄弟啊，有守护的兄弟呢就可以点歌，并且可以开麦发言，发什么言呢？想说什么都可以，
就是想表白啊，那个或者说这个看我不顺眼很久啦，对吧？想骂我的呀，对吧？当然我守护里边应该没有那种看我特别不顺眼的哥，你现在开守护也来得及。啊，我们那个所有的守护哥们可以在公屏上随便刷什么，随便刷什么，我放个 BGM 嘛，啦啦啦啦啦啦啦，随便放一个音乐，随便公屏上刷什么，我截到谁就是谁。然后呢，大家可以上麦连麦，可以点歌，然后还可以说点想说点你想说的，说点平时不敢说的。来，我倒数五个数啊，好多哥已经在那个就是已经在刷屏了，咱们现场不给看看不懂，就在后面那个电视那里。对，对，小姐可以蹲一下。哎，那个电视那里那边呢，最右边这个是公屏，大家正在刷字，随便刷什么字儿。来，五、四、三、二、一。哎，哎，怎么接不上？哈。哎，我刚才是怎么截的？对不起，重来一次。怎么截呀？哈。随便，我用这个手机截吧，这个手机截。好，我用这个手机截，可能会有点回音。守护啊，五、四、三、二、一，哎，哎，哎，好，我截上了，截上了，看一下，太艰难了。我接到的这瓶里面没有守护，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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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次，刷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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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三、二、一，停。好，我看到了，这次有守护，看看是谁。哪个大倒霉被我抓到了？是二零，二零是谁呀？那个茶哥报一下，咱们直播间那个叫二零的守护哥哥。啊哈哈哈啊！就这个打哈哈哈的，就是他，就是他。茶哥把他抱上麦，你可以点一首歌，也可以随便说点有的没的，什么都行啊。这个二零很有个性啊，一入人世深似海，从此节操为路人。上麦有点节操啊，路演现场的，别违规了。跑，他跑了？没有吧？他又进来了，又进来了。抱一下，抱一下这个二零。茶哥报不了是吧？得这边操作是吗？得咱们这边操作。茶哥，你报一下那个二零，然后把他就是报到麦序上，跟他连一下麦。二零小哥，你可以试着开一下麦了。Hello。第一次来的吧？你这边太吵。你早说啊，让别人呗，你让不让？就在酒吧呢。那这样吧，那你既然没什么说的，你可以点一首歌，你可以点一首歌啊。他在酒吧估计点的歌大家也听不到。茶哥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寄这个哥哥一个礼物吧，什么抱枕啦、充电宝啦、折扇啦都可以。哥，你回头联系那个我们场控，那个什么，你回头联系我们场控，就是领走一份礼物吧。怂鬼让我来。那个，那我们再重新截一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是看你打的广告下载的 YY， 我这么厉害吗？来，我们重截一次，兄弟们，你们机会又来了。那个哥们他在酒吧，
五、四、三、二、一，喂，好，接到一个守护，接到了。啊，天天，欢迎 Terry 哥哥，我看到 Terry 哥哥来了，茶哥抱一下天天，这下可把天天美坏了。天天，那个上麦，最多两分钟啊。嗯，换别人的话就是跟你多讲点，天天的话就是注意点时长啊，注意点时长。天天可以，好运气。来，那个茶哥把天天抱上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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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给大家，给我们平时都是大家在这个现场看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一直在线直播，然后大家在这个现场的这个一举一动啊，相机扫过你的时候，直播间的这帮人都能看到。但是呢，大家对我们直播间的这帮哥哥可能不多了解。先开麦，你现在可代表了1761守护团，别给我丢人啊！啊？天天怂了吗？我想他也不怂，能开麦吗？天天 ，Hello。Hello。哎，我这边好像听不到，麦迪老师。我这边可能听不到他们直播间连的麦，能听到吗？能听到吗？你们都听不到吗？啊啊，天天能听得到，我这边听不到。能听到吗？是的。有了吗？Hello， 天天。Hello。啊，有了有了，讲大声点，讲大声点。那个想点什么歌呀？扪心自问，扪心自问，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想到自己会被抽到是吧？现写小作文。嗯，生日快乐。我谢谢你，这是我们守护团的代表。守护团兄弟们说，我拒绝让他代表。还有吗？除了生日快乐还有吗？你平时打字的时候打的挺多的呀。啊，你刚说什么？我想到路演去看。想到路演去看。还有呢？嗯，上麦一共讲了100个字，99个嗯，抬下去吧，啥也不是，啥也不是，抬下去吧。啊，好的好的，那个天天，他点了一首《扪心自问》这首歌，咱们现场的朋友估计没有听过，因为这首歌是我发的，入棚录的第一首原创歌曲。虽然它没有什么热度，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但是今天既然天天点到了，我们来唱一下这首歌，听听看。感谢 Terry 哥哥啊，谢谢 Terry 哥哥。我在慢慢成为迷惘的人，慢慢变得莫名的生分。是深情还是仗义太蠢笨，扪心自问，绕出停靠的心，露宿凌晨，被夜风吹冷的落寞眼神，流浪是自己陪着自己私奔，再没有能让我天真的人。你破黑我的灵魂，你竟然肯实际上苦思念论的注定后来怎样的
成为了陌生人。我在慢慢成为迷惘的人，慢慢变得莫名的兴奋，是深情还是转移太蠢笨，扪心自问。欢迎师父。钻进了她男朋友的怀里。你拨给我的灵魂，你竟然肯是纸上苦涩念文的指纹。迷离的夜已看不清，它却注定后来怎样的我们。成为了陌生人，我在慢慢成为迷惘的人，慢慢变得莫名的生分，是深情还是转移太蠢笨，扪心自问。我在慢慢成为迷惘的人，我无力再不可能，我该有多在乎你那一次转身，然后成为了陌生人。我在慢慢成为迷惘的人，慢慢变得莫名的兴奋，是深情还是转移太蠢笨，扪心自问。这首歌很悲伤啊。谢谢。没吃过什么感情的苦，唱不出它的味道来。那小姐姐还在吗？啊，还在是吧 ？Hello， 那啊，如愿，他要点如愿，我送你怀里，你行不行？你总不怕了吧？他刚才就是就是被她男朋友送到这里来蹲着看，然后我看她蹲在那个大花后面都看不到，然后我就想把她领到我的宝箱里来，结果她唰的就缩回到自己男朋友怀里去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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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师傅开麦。我看一下，茶哥，师傅到了，给我师傅开个麦，茶哥，跟师傅连一下麦。是谁拿给他的？他好厉害呀！谢谢泰瑞哥的蛋糕，谢谢泰瑞哥哥，谢谢泰瑞哥哥。这是咱们守护群的一帮兄弟给我垫的蛋糕，一点心意。哎，谢谢。其实我今天已经收到一个哥的小蛋糕了，已经吃过蛋糕了，现在有这么大一个蛋糕。哎，你看这个蛋糕好像大家在公屏上飘的那个，好像那大家飘的那个蛋糕。谢谢大家的这个。那个心意，先许个愿啊，还许个愿是吧？找到一个男朋友。好。撤，这就撤了。是不是很惊喜？伴随着蛋糕的惊喜和伟超歌声的惊吓，只要我们用心聆听，他们带给我们无限的力量。这个有一个短视频。现在随着我们各大平台的持续运营，
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短视频，被小散的歌声所感动了呢。呀，这声音真好听，一听就是黄哥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粉丝们的鼓励，能够赋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通过这个啊，大家听不到声音是吗？我这边听得到。如今我依旧在追，心中的爱跟随。大家可以看到公屏上他们打的字都是一些很多的繁体字，都是一些就是台湾的朋友，还有那个海外的一些朋友留的言。思念当爱浮现出了温暖的画面，回忆中的幸福会很遥远。后可能直播间听不到音乐声，我这边听得到。咱们现场听得到音乐声吗？听得到吗？啊，这张好好看啊。若多艰难情愿守护心中唯一的爱恋。印度尼西亚的朋友，新加坡的朋友，土耳其的朋友，相遇那天偶然心动。这个字，这个文字我都不认识，我都甚至都认不出它是哪一国的文字。摩洛哥、匈牙利。我依旧在追疼爱的心相随，我们的爱永垂，仿佛只要闭上双眼，我散的脸就浮现在眼前。我觉得这个短视频把我们今天的这场路演登上了国际感。法国温暖的画面，回忆中的声音被遥远后歌声，德国就在身边，真心誓言勇敢对你说一声，一世不变。瑞士未来的道路有多艰难，只愿守护波兰心中唯一的爱恋。意大利我都没有出过国，好多这个国家那个我都没有听过，然后也没有见过这些国家的这个，就是在广州虽然见到了很多外国人，英国。USA。感谢红真哥啊，谢谢小鹿，谢谢红真哥。加拿大，心中唯一的爱恋。巴西，唯一的爱恋。新西兰，澳大利亚。献丑了，献丑了，大家！刚才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歌声的话是我们那个就是一个台湾的守护哥哥唱的。我吐槽过他的这个歌声很多次，但是他还是非常喜欢唱他的声音，他的歌吧，就是刚开始听起来，哎，听起来怪怪的味道，但是越听越暖心的。先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很感谢有黄哥曾经让我遇见你，就算认识你还不到一年。谢谢我们大瑜伽，感谢大瑜伽。感谢郭慧的爱，特别的回忆，然后希望呢可以看你一日长虹，然后我们会为此陪你走花路。闪闪，生日快乐！我是自在，我有特别去广州看你的路演，你表演得非常棒，现场非常有亲和力，相信你的未来发展会更好，加油了，加油，加油！三，祝你天天开心，如鱼得水。
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鱼兄，在这边祝福你生日快乐，也祝你商演及路演顺利成功，人气满满。这个哥们挺帅的，嘿嘿，三宝，一年一度的大日子要来了，那就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心想事成，就快要可以见面啦，期待吧。Hello， 闪闪，我是东东，今年是第一次祝你生日快乐，那希望你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每一次的生日愿望都能实现，那往后的每一年我都还会在哦，祝你生日快乐。祝闪闪生日快乐哦。闪闪你好，我是俊明，祝你生日快乐，事事顺利，天天美丽。闪闪生日快乐，我是 BC。 嗨小闪，我是水人哥，祝你身体健康，越来越漂亮，生日快乐哦。闪闪你好，我是 Always， 希望您每天都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祝您生日快乐。 Hello 闪闪，我是马来西亚的平凡哥，目前在新加坡工作，是一名厨师。平凡哥在此祝闪闪生日蒙恩，也祝闪闪在歌唱事业上大展宏图。闪闪我是海威啊，祝你生日快乐，事业顺利，事事顺心。 Hello 小闪，我是你无法直视的情歌，你走进我的生命中，即将满一年了，将来辉煌我们一起飘，低潮我们一起扛，每天都是新的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the brilliant You Sao San Bling，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usic back into my life， 祝我们最闪耀的于闪闪生日快乐，期待你以后的作品，加油。Hello 小闪，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因为有你在才能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未来也会继续陪着你的。妹姐姐的声音好甜、啊、祝你生日快乐，我是齐哥，因为工作的关系受到很多的限制，没有办法上去好好看看你，不过你放心，我依然会透过黄哥继续伴你前行，我们一起加油。 Hello 小闪，我是魏宇，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还有1761能越来越好。闪闪你好，我是瑞欣，祝人美心善才艺多歌声棒的闪闪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哟。陈姐，祝你生日快乐，事业顺风顺水，最重要的是天天开心。生日快乐，生日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闪闪的商务经纪大白，在这里呢，祝闪闪生日快乐，也希望他在工作忙的之余，多照顾点自己的身体，希望他每天都开开心心，过一个愉快的生日，爱你哟。嗨，闪闪。祝你生日快乐，今年是陪你过的第三个生日了，祝闪闪越来越好。 Hello 闪闪，我是阿平，我在广州天河，祝你生日快乐哟。那我再给你唱一首潮汕话版的生日快乐歌吧。送了生日快乐，送了生日快乐，送了生日快乐啊，祝你永远快乐。闪姐生日快乐呀，希望你今年可以顺顺利利，然后工作顺心，身体健健康康，然后开开心心的，生日快乐。 Hello 闪闪生日快乐，没想到吧，刚接手不久就联合你的粉丝一起搞事情啊。我记得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2020年，你来面试那会儿，那场面试之后，我跟方姐说这一定是下一个500万，果不其然，你达到了大家的预期，然后在今年兜兜转转也成了你的 PM。 其实在接手你之前早就听说你是一个上进的女生，但是在接触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象中要努力的多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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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所以我就给你起了个外号叫鱼卷卷啊。新的一岁长大了一岁，可能除了祝福你顺心如意之外，
我还是更希望你能够无论再忙好好爱自己，因为你的善良、你的努力都不需要别人的定义，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值得拥有最好的人，加油。今天的惊喜，三宝还喜欢吗？如今三宝的王国已经越来越壮大呢，开心的时候陪你一起欢笑，艰难的时候也会陪你一起闯，一起扛，但在努力向前冲的同时呢，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以及空间去享受生活哦，要学着更爱自己一点，因为你值得，这条路会一直一直陪着你走的，我们一起加油。小闪，祝你生日快乐，与你同在，闪闪发光，耶、yeah! ！谢谢谢谢谢谢。130多份给你，全部都有祝福语在里面，信吗？对呀、啊，帮我先收起来，放到哪里？嗯，放我这里吧，放你这里吧，你可以去慢慢拆吧。啊，好，我回去慢慢拆。这个是小胖，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这个麦克给米老师吧。哎。看得我哭了笑，笑了又哭，哭了又笑。就是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谢谢。嗯，能那个就是介绍一下自己。我不是在你的这个守护团里面，就是我之前也只在抖音上关注，其实也有2-3年了吧，从你唱那个《踏山河》开始，但是之前因为疫情一直没有办法来看，所以现在也算是实现了心愿吧，就是祝你继续在你自己选择的舞台上闪闪发光。谢谢，长得好帅呀、啊，这个小哥。谢谢。帅哥呀，踏山河。哇，这是你画的吗？不是，这是印的吗？我网上找人画的，就对。直接插画。对呀、啊。好可爱。还有什么？这个。这是我和佩佩，好可爱呀！这样这么多，然后我留一份，我各留一份，然后其他的我一会儿签了名，一会儿送大家。可以啊，可以吗？可以，谢谢。生日快乐！谢谢。那个若琳，帮我拿一下那个笔，找一下那个签名笔，一会儿我把这个发给大家。好可爱啊！你看，这是上次路演的时候，还有去那个那什么，就是 cos 雪见。还有那个紫萱的那个，我给佩佩也留一份，好可爱啊。看的我是刚才那个视频，看的我是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咱就是说，在现场的像那个若琳啊。阿星啊，在现场的看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哎，放那里。哎，对，把我师傅放那个茶哥抱一下师傅，不好意思啊，师傅久等了，师傅。我们在那个 YY 呢，我是有师门的，我师傅呢是最早一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主播，他叫文儿。也许大家都听过他的很多歌，就是还有他翻唱的一些歌。管理带挂，等会儿再连。哎，好嘞。啦啦啦啦啦啦啦。不，现在师傅他那边那啥。好嘞。文文威武，谢谢。你好，谢谢。哇，有卡片吗？这里有哈，对，好嘞，我一会儿看卡片。今天我的卧室又该堆满了。
刚才我们到了那个粉丝点歌环节，好嘞，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后海酒吧》。今天好开心啊，要不是晚上还要回去直播的话，好想去喝一杯啊。后海酒吧。唱这首歌之前，好，还有黄颜色、绿颜色的小白兔。哦，哈哈哈，来吧，拿走一盒，拿走。他还是一点也不贪，直接，哎，你看起来比较大一些，你直接一盒拿走，一盒拿走。不敢相信呢，我可以拿走吗？不敢置信。深时候我来到酒吧，遇到了美丽的她，温柔的她有美丽长发，她眼睛会说话。就在那后海的酒吧里，情人们说着情话，我躲在角落里情话，我躲在角落里一个人虚度着爱情年华，浪漫的后海酒吧有着我心爱的他，很想去听听他的想法，不是那古老神话，我心爱的他，很想去听听他的想法，今晚我带他回家，就在后海酒吧。是不是我的抱枕已经发完了呀？我看他们没有补货。我这还有巧克力、充电宝、口红、折扇、雨伞、小风扇，还有海报。抱枕可能是抱枕可能太受欢迎了，已经发完了。浪漫的后海酒吧有着我心爱的他，很想去听听他的想法，今晚我带他回家。浪漫的后海酒吧有着我心爱的他，
羞吧。呀，这个笔签不下来了，还有没有笔呀？若琳，这个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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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大家还有什么笔吗？可以借我用一下的。啊，你想要这个是不是，宝宝？来，你别着急走，你让我签一个。这是你呀、啊。那天你就穿的这个条纹衫是吗？哎呀，缘分呢。哎呀，来，姐姐给你签一个，你带走好不好？谢谢。谢谢什么？谢谢姐姐。啊，太乖了，太懂了。他没有说谢谢阿姨，我爱他。来，那个要不要吃巧克力呀、啊、要不要雨伞？妈妈要不要用口红啊？要不要姐姐的海报啊？要不要用充电宝呀？都想要。没有带麻袋吗？想要什么？你够不到，我可以帮你拿这个海报。这个吗？太喜欢姐姐了啊。给姐姐生日快乐。谢谢宝儿。好嘞，听到听到。OK， 今天呢，我们下午开路演之前，刚才也有哥哥说都是在抖音关注的我，然后认识的我，今天特意过来看的这个路演。然后今天下午我们在抖音发了一个片子，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专场呢，哇，今天这个是生日专场嘛，比较特别。然后呢，让大家把喜欢听的歌留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短视频的评论区，点赞最多的人呢，我就会打给他电话，打给他，就是在电话里给他唱这首歌。评论区最多的一个赞应该是一首《姑娘在远方》，500多个赞。好，这首歌最近蛮热的，蛮火的。然后，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先给这个评论区受了500多个赞的小宝贝打电话过去。好。他能不能打通啊？喂，你好。哎，你好。你好，我是于闪闪，你好。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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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是这样，我正在路演，然后呢，就是你点在评论区点那首《姑娘在远方》，就是点赞量是最高的，所以我给你打来电话来给你唱歌。啊，好，谢，非常荣幸，非常荣幸。那个啊，听到这个声音是特别特别积极向上、特别阳光的一个小哥哥，然后谢谢谢谢。这样，我给你那个就是清唱几句。你在就是方便听歌吗？现在非常方便。单身吗？不是不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啊，祝福祝福祝福。嫂子在跟前吗？啊，不在，你随便唱。不是这个事情吧？万一今天这个视频火了，嫂子最好还是在的好。没有关系，我能解释得清。很会，难怪人家，难怪人家有嫂子啊！来，我们看啊，《姑娘在远方》，你喜欢听这首歌的哪一段呀？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可能我总不会忘，还是说到后来那个，还是回家谈谈儿时的那位姑娘？就你第一次唱的那个。啊，好的，来，我给你清唱一段哈。哎，好嘞。咱们现场的朋友一起打个节拍，哒，对对对，你们给我一个拍子，哒哒哒哒。可能我总不会忘，爱来爱去哭一场，失去原本模样。是话筒没声音是吧？哎，好了好了，有了有了有了，再来一次。哎呀，太好了，可以给你唱两次。可以可以可以。来来，咱们现场的鼓掌增大一点好不好？
大大。可是我总不会忘，爱来爱去哭一场，失去原本模样。可是我总不会忘，爱来爱去空一场，消失人海茫茫。疯狂的发挥想象，书写着我的过往，伤痕被当作勋章。疯狂的奔向深阳，乌云会消散离场，枯萎的花又绽放。好嘞，小哥哥，我就先给你唱到这里了，然后完整版的。感谢，生日快乐！哎，谢谢你，非常谢谢你，谢谢你愿意把这个电话号码都留给我们了，也是十足信任了。谢谢你，谢谢你。那咱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抖音里私聊，找嫂子跟我私聊私聊啊，我喜欢跟嫂子聊天。好的，好的，好嘞，好嘞，再见。来，我们刚才唱了一段，咱们现在把这个歌完整的给它唱下来。起高了，书写着我的过往，伤痕被当作勋章。疯狂的奔向夕阳，乌云会消散离场，枯萎的花又绽放。不对不对不对，这个调不对，唱的我怀疑人生了。这个调是否也像我一样家乡，外面的世界充满虚伪和骄阳，此刻的他会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回家谈谈曾经的那位姑娘，是否也像我一样为生活奔忙，过去的所有充满期待和向往，此刻的他会不会坚持曾经的理想。我从不会忘，爱来爱去空一场，消失人海茫茫。疯狂的发挥想象，书写着我的过往，伤痕被当作勋章。疯狂的奔向夕阳，乌云会消散离场，枯萎的花又绽放。此刻的他会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回家谈谈曾经的那位姑娘，是否也像我一样为生活奔忙，过去的所有充满期待和向往，此刻的他会不会坚持曾经的理想。站这边一会儿，看到我们这边的哥哥都在默默地等他啥时候转身呢，他啥时候转身跟我一个背影。好嘞，这是一首姑娘在远方。嗯，然后大家以后有什么想听的歌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短视频的评论区可以留言啊，我们看到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评论的话，会给大家安排就是大家喜欢听的歌。然后吧，看大家都那个越来越高兴了哈，这个越来越晚了越高兴了。那个刚才是哪个大哥在举手来着？好，这是这位穿红色衣服
这就是这个大哥，你们一起来的吗？一起来的吗？对，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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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家带口来的，直接把箱子带走，过分了。这个是巧克力，巧克力来的。嗯，好，可以拍个照吗？可以啊，可以啊。我把口罩脱了，大家吗？那个是嫂子是吗？我老婆。嗯，来，嫂子问一下，大哥和别的美女拍照，然后你举手机是什么感觉？是他带我来导演的。是他带来的。我同事非常喜欢你。啊，什么什么？我刚才都有点懵逼了，他说我同事非常喜欢，就是我站在这里，他说我同事非常喜欢你，我想他喜欢的是华子吗？好的好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哈哈。然后他说他同事跑了，是的问题，他同事跑了。哎，我师傅这边好像可以连麦了，师傅那个师傅，你这边方便开麦的话，你可以直接开麦，师傅，我这边 OK 的。啦啦啦啦啦啦，久等了，让我的老师久等了，师傅，没事没事，我就过来送个祝福，我都看你户外呢，师傅，好多人呐，哎呀，谢谢大家支持，兄弟们，举个手，举个手，给个镜头，给个镜头，哇，谢谢大家这么支持闪闪的户外啊，其实真的确实好多人，我们这边都下雨了，我看你们那边还都挺好的天儿，啊，这边天气挺好，下雨，大家下刀子大一样来是吧？真捧场，给多少钱进来的？没有多少，就给了一块糖。嗯，没事，我就过来看看你生日快乐，宝贝。嗯，没事，你就继续户外吧，我再看一会儿。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嗯，没事，加油，谢谢师傅。大家听这个声音是不是特熟悉啊？这可是那个从那个就是什么？从我大学的时候看歪歪，就是歪歪歪歪起始初始的时候，直到现在都是歪歪的这个一姐文帝，啊，就夸我自己师傅是不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哈哈哈！但是真的，我师傅真的很厉害，就是所以才教出了这么优秀的我。你刚放点儿，来，然后呢，我看大家这个就是刚才喊那个好的时候都挺开心的，是吧？咱们一块来唱首歌吧。那个米莉老师，我又需要另一个麦克了。当铃当铃当铃当当当当当当当。今天吧，就是穿的有点淑女，有点漂亮，就是还有点不好意思。这会儿才玩开了。接过一下。来，我们来一首。凡是我说接麦的歌，基本上大家应该都会唱。这首歌叫《至少还有你》，都会吗？都会的啊，那我就全场都了啊。算了，我不要这个麦克了，直接接麦吧。我拿手上海报吧，还有折扇。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选什么？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好嘞。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这哥们儿他开挂，他偷看。为了你，我愿意。懂。给个扇子。也要看着你，直到肯定你是真的。有了哒哒哒，我也忘词了。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现在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来选一个。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是你的伤心。
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来，我们后面的这个大哥。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来合唱。别怒目发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看见你是真的。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却让我的珍惜。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身不由己，我怕时间太慢，不够着迷。真不会唱。我就留给你三个字。我怕时间太快，日夜担心失去你，恨不得一夜之间。我们没看到词儿。不用过分。你还没看到词儿。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谢谢。你站在一群卧龙凤雏跟前，在哪里。谢谢谢谢谢谢，啦啦啦啦啦，好，我看啊，下一首，叮当当当当当，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居然还有人接不上吗？你们平时都听一些什么样的歌？谢谢谢谢大哥，感谢大哥的眷种，你们平时都听一些什么样的歌？啊？踏山河。踏山河。好家伙，小朋友都会唱《踏山河》是吗？好，好家伙，就我看到有小朋友喊《踏山河》，还有大人也喊《踏山河》。来吧，那我唱《踏山河》，你们可不能接不上啊！能接吗？就是接住旋律就行，接不住词儿的话可以编。哒哒哒哒哒哒。谢谢谢谢大哥的卷轴，感谢大哥。来，我们踏山河。秋风落日如长河，江南烟雨心中，乱世穿空卷起多少的烽火。别怕，我到副歌再给你们。万里山河都踏过，天下拥入谁手，分分合合不过几十载春秋。我在十面八方四面楚歌的时候没记住词儿。你看你看，真正接的时候接不上了又如何。谁见万箭齐发，星火满天也如昼，刀光剑影交错，而我枪出如龙，阵风寒柔，一下把当家长枪刺破云霞，放下一生牵挂，望着寒月如牙，孤身纵马，生死无话，风卷苍骑裂甲，醉过万地黄沙，成败笑谈之间。大哥，你笑得太开心了，你是今天全场笑得最阳光的那个。感谢大哥的卷轴，谢谢大哥。
演出歌的时候，白酒与苍天对撞，你不会自斩又如何？小朋友，你是替妈妈来干活的吗？没干，我们都是你的粉丝，带他来的，我们都是你的粉丝。谢谢谢。乾坤撼动，一笑破苍穹，长枪刺破云霞，放下一身牵挂。我等会儿再来，那个漂亮姐姐。生死无话，风卷曾几裂甲，血染万里黄沙，成败笑谈之间，与今世留下。长枪刺破云霞，放下一生牵挂。包包也是包包呀。风卷曾几裂甲，血染万里黄沙，谁能留下。我刚听到哪边啊啊啊啊啊，谁在下来的？刚才再来一遍，笑谈间谁能留下。好，我喜欢这种感觉，再来一次，笑谈间谁能留下。闪闪闪闪闪。没想到啊，这场那个最和大家最有共鸣的歌居然是踏山河。然后呢，我们要唱一首很甜的歌，刚才看到好多小姐姐都在后面那里后面躲着，我们要来唱一首姐姐妹妹站起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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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宝贝？有一些小针。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周末待在家，对着电视爆米花，想起你说的情话，哭得眼泪哗啦啦。是个男人气概穿发个花，再让他离开。是个男人是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我看看还有什么，还有好多小风扇，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像枯萎的玫瑰花，心里的雨拼命下，从此以后别害怕，外面太阳那么大，如果相爱要代价，那就勇敢接受它。这个带手机带灯的，是个男人几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是个男人是个傻，九个，我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坏，你都不唱，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还是给小姐姐吧，小风扇可以给小哥哥们拿一拿。哎，后面这个，那就等着路人吧。谢谢，感谢这个大哥，我都看不到名字，感谢这位大哥，谢谢大哥。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恋爱。姐妹们叫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恋爱。姐妹们叫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今天我一眨眼一瞅，时间已经过了九点了，就是平时吧，我还玩的挺开心的。今天越是这个特殊的时候吧，还有点害羞，就想着大家可能要，就是会给我买了好多花呀什么的，就有点害羞，还有点慢热。然后到现在才觉得玩得开，但是时间可能不太多了，只能唱只有时间再唱最后一首歌了。感谢少女的梦大哥，谢谢梦哥，谢谢大哥。然后最后一首，刚才这边不是有朋友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点那首后来，对不对？是这样，大家不，我们感谢大哥，谢谢少女的梦大哥。这样我们最后呢来一首大家都能够接上歌词的后来，然后大家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在这个广州这个热闹又繁忙的城市，至少让你的手机的灯，因为我们在此刻相聚的缘分，为我亮一次，为我亮一次，好吗？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来一首后来。我看看我的宝箱里还有什么。哦，还有这么多充电宝。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边上的哥们儿急得让我来，你把我会的词儿都唱完了。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很会啊，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白色的裙衫。对了，没事，姐姐捡了就送你了。爱爱你，你亲手说，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些永恒的爱情，谢谢。你问我的那个夜晚，这边兄弟基本上都有礼物了，是不是？还有没有没礼物的？往后的事，后面的哥哥，每当有感叹，越是你脏脸的风光，没事，编的也算。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这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言消息，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深思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紧紧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没那么倔强，现在也没那么遗憾。好，
谢谢。我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到间奏了，姐姐给你，直接给你。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陪我过了一个非常浪漫温馨的夜晚，然后呢是这样的，我们的今天是说好的是生日主题，然后我平时呢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那个蛋糕吧有好几层，反正我也吃不掉，所以我们打算在现场切掉分给大家吃，然后不着急走的朋友我们可以再一起唱一首歌，然后大家一起去拿蛋糕吃好不好？谢谢啊，今天这朋友是不是算交上了？算。下回路上看见我能打个招呼吗？太好了。最后咱们唱什么呀？有没有都会荷塘月色？生日快乐，多唱两句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呀，你把姐姐的心都唱化了。那我们最后再就是大家一起接唱一首什么歌，大家都比较会唱的。有点甜。快乐歌。啊什么？满什么？慢热。慢热。慢热，我是说大家可以一起唱的那种。海阔天空，喜欢你，喜欢你，是不是都会？黑风雷那个都会是吧？我的宝箱应该空了吧？不要啊，还有一些口红啊，还有几盒巧克力，然后。这个口红嘛，我们现场的小姐姐可以自拿，自拿，不要客气。慢点，只有几只，大，不是只有几只，大家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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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大家都好喜欢口红啊！我看我放在那里，大家选礼物好像都没有选它。我们的黑富雷。
有个帅气的小哥哥帮我刨一下耳机，这缘分不就来了吗？小姐姐帮我找一下耳机，看一下我那个耳机缠在头发哪里了。线拔了，他好油啊！有吗？有吗？有找到那个耳机吗？太热了，有吗？有找到吗？估计是唱不成了，找了个耳机的功夫，蛋糕已经切好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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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将昨天你共我。我看到后面有一对很情侣的哥哥姐姐，很甜的哥哥姐姐，来来来，不要害羞。迷茫人理睬我，就下谁叫他我冰冷。挤到了，把这个蛋糕蹭到身上。哎呀，谢谢，好贴心啊你！我看还有没有礼物，不要拦着我。还有吗？还有一堆那个小风扇的袋子，你有风扇吗？来，大家帮一下我吧，好不好？对对，帮我端一下，送到大家手上去吧。我担心大家上来拿的话，可能会撞到之类的。小心小心，注意安全。盘子还够多吗？十个应该够。我知道我们广州人都是非常那个养生的，有很多哥哥姐姐抗糖，他们不吃。小心。Happy birthday！ 哇，这块好大，完完整整。哟。
终于见到你了。拆开它。哎，这里还有一个盘子，是不是还有盘子？有。好的。呀，可以啊，玩哥，今天很勤快吗？归处哥还在直播间吗？哦，他不在了，要不然高低得夸一下，夸一下二胖子。来来来来来，还有盘子吗？没事，我们难吃。对，我家里还有一个蛋糕呢，没有这么大啊，就是家里还有一个小蛋糕。哇，这个奶油好棒啊，好鲜啊。谢谢，站话筒上了。我猜的。好嘞，来，这边有没有？哦，来，后面这个蛋糕来。我就看你这个蛋糕怎么拿走，你就套着他的头。小心啊，注意安全。来。哒滴哒滴当当，还有盘子吗？没了。那怎么办呀？那没有盘子，可是蛋糕还没发完呢。还有没有吃蛋糕的朋友？来。Hello。可以，小心。没了，没事吧？谢。谢谢你们。可以。没有盘子了吗？没盘子。那怎么办？可以了。没有盘子了是吗？想想办法吧。直接上手吗？是不是过了？可以，咱们这边都可以免费合影呢，不要钱的，不用害怕。我那个什么时候合完，我什么时候走，然后大家不用着急。那边这边。谢谢。你好。好亮。好，谢谢。好嘞，谢谢。你好。没事。你好。可以的。